好，看到林志颖这么苗条的身材啊，很多人想说，哎，是不是不吃不喝就可以瘦下来呢？但是我们接下来告诉您，不吃不喝有没有可能活很久啊？印度呢，这一名叫做杰尼的82岁男子，他自称说从8岁开始哦，就没有吃过一口饭，也没有喝过一滴水，真的假的？那么更诡异的是呢，在医师还有专家的监视之下，发现啊，他真的是不吃不喝，连上厕所都不用上了，真的让大家难以理解。他就是自称超过70年没有吃过任何东西的神秘男子杰尼了。现在医师证实，杰尼说的可能都是真的。Because it's already 108 hours since Mataji's admission into this hospital, and he has not eaten anything. He has not drank a little drop of any kind of liquid. But more importantly, he has not passed a drop of urine.根据检查结果显示，杰尼并不是完全没有产生尿意，但神奇的是，他的尿会自动被膀胱接收，很可能就是杰尼不用喝水也能够存活的原因。再进一步检查杰尼的脑后，赫然发现，虽然杰尼已经82岁了，但他的脑年龄竟然只有25岁。对于自己身体的异象，杰尼说是上天所赐。他自称在8岁那一年遇见了印度教女神安巴，安巴给了他长生不老药，让他从此不再需要透过进食来维持生命。姑且不论是不是神迹，印度决定要深入研究杰尼的案例。India is now proposing to have missions to moon, manned mission to moon, and in the long run to Mars also. So how people can survive this strategy? If you understand.How people are surviving without food and water. 不过，医师认为杰尼的状态可能与长期练瑜伽有关。现在院方出动3台摄影机，24小时监视，希望解开这生命的秘密。中央新闻马讯报。